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1年，3月19号，瑞芳站哦，8:26出发列车是4:18次，北湖发车就沿香港苏澳，在173的先生啊，保全了，拜拜，再见。啊，罗圈们跟马掌门多多对我们大家。将三号线上八斗子的世界第二新闻那个站在瑞芳站准备起。好了，阿叔叔们，最近有没有啊？还有个很感动的事情，有没有左导可以做？409啊，改左导，哎呦，3月29，没有左导可以做。那4152要改左导，对，然后都感动。以后下班就退九百可以吧？九百比较好做哎，当然了，比较舒服啊。还有头枕啊，还有垫脚啊。哦，这样。对啊，你要看待那边。然后海鲜三宝。海鲜三宝。嗯。阿布，今天文玉哥哥来吗？有啊，我等一下跟他一起把那个摄影车拉出来，要抱抱。啊，你要跟他吊车。拉出来就好，拉出来，从那个视频往下看。啊、哦，对，视频。怎么动？车？怎么车从？那边啊，那一台啊，要它。啊、哦。啊，你说手车啊？那是手车吗？顺车算手车，也算。那个是篷车还是手车？篷车。篷车啊、哦，怎么停那边？一年前停到现在，那个。一年前停到现在，有吗？那个。活动断掉那个啊，啊、哦，那跟苗栗的公养护总队借的，里面都撞了机具，啊、哦，什么时候撞的？啊，里面放了机具啊，就是那个找到车的机具啊，放坑井泥啊，靠压柜体啊，哦，等等，后来我就跟主任反映。